聊这里很高啊，来中国啊 ，first century AD 啊，几十年公元啊，几十年啦，那很高来啦，特别啊，过了一百年啊，公元八几年也是啊，伊家人家慢慢的接受啦啊，特别因为很高啊是。印度来的啦，了真济人未接受啦，因为伊人讲这里啊，儒教啊 ，Confucianism 啊，是中国的教，了这里道教啊是中国的教，当今如这里佛教啊是印度来的，所以人爱看衰啦，看衰，所以如人啊，这里佛教。伊拉爱讲爱讲衰佛教啦，所以都人才一句话呢，等人呢，啥物啊？胡说八道，对，他们是胡说八道 ，talking nonsense 啊。胡是外国的人啦，啊，外国的人是胡，说八道，八道是八经多啦，啊，说咱佛教来的是啊，假这里八经多啊。他 talking rubbish 啊 ，it full fuck， 胡说八道，啊，真系人唔知啊，啊 ，so 啊，这里啊 ，so 咱佛教啊，安怎真系人未接受啊？因为佛教啊是高丽人修行啦，不出这里高海啦，啊 ，so 不修行呢，佛讲啊，第一次合啊，就是爱出家啦，出家了去找。静的位啊，山顶啊，山洞啊，那款修行啦，啊，所以有个人听着了有兴趣啊，就走去出家咯。出家了啊，家庭啊，所减就来惊，啊，是减就来怕，啊，所以这里现在咱中国啊，真未接受啦，真未爽啦，啊，茫讲个阿姑会点想，搞个跟阿姐呐，规个等人家庭的甘愿可以惊出家。对啊，无啊，买来阿你看，等人呢惊了是爱出家啊，哇，大事了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你看，真是人啊，那讲到 Sunday class 啦，啊，我上班呐，礼拜啊，叫囡仔来读啊，啊，伊爸母想个呢，可以惊起几摆了，个呢想要出家个呢，对啊，啊，买好，茫讲个呢买来阿泰国啊，缅甸呐、啊。在等人的家庭啦，佛教的国家本好啊，伊可以惊啊去地区出家三个月啊，无累啦。但是过了三个月无对来啊，伊就烦恼了啊。佮伊惊买对来，伊家父伊那姐啊，你传落伊惊。所以，这里到这里啊，啊，佛教啊，高丽人出家啊，啊，咱等人的钱啊，看可接受啦。因为咱等人啊，这里有惊子比较紧呐。过一项啊，咱佛教啊，因为佛的点声是讲高丽人出家了啊，去脱家。因为你脱家啊，都会惊这边惊那边啊，去修对啊。你免想个累啊，那想个咩？你无啥咩，干那家这里脱家罢了。哦，啊，就不离家里嘛干呀。那讲有报会 travel 啦，啊，所以出家人爱命真简单嘛，免讲家真啊真咪惊，啊，家事甲报命伊会行来行去，啊，那个交配那个，啊，特别咱中国啊，因为伊人关系甲这里多高了，读书啊是假财，啊，读书假财，就伊那款。读书有诶，佫修行啦；有诶，无修行啦。所以看咱诶佛教诶出家人啊，食肉啊，啊个班提师安都讲啦，虾米死骨头本食，对啊，然后虾米本食啊。所以人得看衰咯，看衰啊，搞个跟阿日啊。伊那咱等人啊，讲个咱南传不南传诶回事哦，食肉啊，就真未爽了，对啊。啊，伊人唔知啊，这里意见呢、啊。这个 prejudice 啊，是啲道教来啊。所以啊，阿妹，这里
梁武帝的点声啦 ，about 500年 AD 啦 ，500 AD 啊，啊，公元500年啦，这梁武帝这个皇帝啦，伊差不多伊下古是最多高的，然后伊差不多40岁啊，伊的有信心噶佛教啦，所以变做佛教多啦，啊，然后就支持出家人咯，去庙阿弥咯。特别一看出家人吃饭啊，伊未爽，伊就下令啊，出令啊，讲慢，讲个了出家人啊，特别吃菜，菜一起个了特别吃菜啊。特别这里一节下令讲出家人特别吃菜啊，未使吃饭啊，这里伊个 consequence 啊，伊个因果啊，这伊是讲伊个 effect 就讲啊。也好过啊，是啊大啦。就是讲啊，出家人说未去偷食去啦，因为你偷食啊，人何你哈咪你特别食嘛，食嘛那有弹性啊。了伊讲特别食菜了嘛，特别比较济人啊，煮啊就无煮菜嘛，对啊。故意改停食菜，未必切一十五啦，特别巴厘日啊，无。所以阿姑话来，话我伫泰国对内啊，我去伊波啊。大啲山洞啊，啲土家啊，特特日啊，十日啊，食咩食龟啊，啊，伊俾龟又撸啦，嘛那俾何撸食吧，啊，有伊波嘅人啊，伊个想啊，出家人唔使供养吧，啊，所以龟咧半夜点伊唔敢何撸吧，那是个马唔敢何撸啊，啊，吃龟条唔敢何撸啊，啊，敢何撸龟呢啦？啊，特地食龟十日呐，啊，每人来找我啊，我甲解释，讲我人土食会回想啊，啊，阿弥不食啊，阿妹甲会谈那些了嘛，啊，所以啊，伊这里说出家人啊，未去土食，未去土食了啊，你就未走去山洞大了，未走去山顶大了，除非啊，你家去摘菜啦，啊。所以啊，所以你看中国的和尚啊，所变去啦。那是爱修行，爱住山顶，那不家己特别摘菜啦。特别都摘菜啊，了解几点香，或了解几辣。所以都爱修行啊，本无奈何啦。无那个讲学古中国啊，只查印度来的和尚，菩提达摩、菩提达玛，伊人讲一向变接线高尼是啊。啊！伊安尼可能回想，嘛那也去种菜，是吧？伊干那借钱呢？那应该呀去偷借啦，呀偷借了会对来的借钱啊，回去借钱啊。所以这类人爱修行啊，第一适合啊，就是出家了去偷借，偷借了去大山洞啊，是山顶啊。啊，所以阿妹出家人被偷吃了啊！伊人说特别催泪咯，啊，被柴下面咯，啊，所以啊，伊人那是无住伫下挂啊，伊人就爱那是住伫波干呐，就爱催泪，所以人特别做发挥咯，做发挥。了啊，这边啊，那你佛教啊，出家人伫中国啊，说变去了。ชอบบานๆนะชอบเปลี่ยนนะกะตู่สู้นะก็นะถ้าไม่ตู่สู้จัวอีหลังพุ่นตุยจัวล่ะอย่างเก่งอาฟัดปุ๋ยอะอามิอะสู้อาบุยอะชุกแก่หลังนะอีจัวฟัดปุ๋ยอามิแล้วสู้อูลุยกี่ละอูลุยแล้วอะอาบุยอะหลังสู้ขวาซวยละชุกแก่หลังใช่เก่าก็คือนาจิตนะนั่นตึงหลังนะขวาเดียวชุกแก่หลังนะบัวมีซ่องเลยอุ้ยปอกเกี้ยวไอ้นี่เด็ก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ชุกแกหลังเดี๋ยวพุยหนัวอินต่อหลังบูเสียงอินต่อหลังไอ้ก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ชุกแกหลังเดี๋ยวชุนเก่งเนี่ยสีหลังที่ทูเจียไอ้กงยังรู้เจียแล้วไอ้ก็เต็งเลี้ยก็ตรงด้วยขาโซก็เลยอินต่อฮะที่หลังสั่งสินก้องชุกแกหลังอ่ะเองกายที่ทูเจียแล้วน่ะสิชุกแกหลังที่ทูเจียใจแกหลังอ่ะน่ะสิปอสีอ่ะท่านตัวกองติดสอยหลังควาเดี๋ยวชุดแก่หลังนะเจ้าควาอีละโอเสียงกันนั่นถึงหลังสู้ชุดแก่หลังหูลุยแล้ววะอาบุยฮะขุดเก่าจะบานบานเ
多了，落了啦。啊，因为第一家爱出家人，人尊敬出家人啊，因为伊可以改，有自信，有修行啊。特别那是做法贵呢，啊，姑姑一拜一做这里禅气，啊，是这里佛气。各人去念经还是自信呢？你那个是变那就是意识的那款呢？啊，三百六十五日来变呢？啊，一归日也那修行，我来日呢做法会安对啊，做病啊，做起呀，人看不起啊，出家人啊。